哈喽，这里是 Mr. Sai。现在2023年7月22号的凌晨啊，有一个恶太晶属性的喷火龙可以直接领啊，是宝可梦官方在动画里面配信的，可以在宝可梦珠子里面领取。配信码为 DARKTERA0006 Dark Terra， 恶太晶属性，50级，猛火没有闪，球种也比较普通，有个经典奖章，配招咬碎闪焰冲锋、杂技、复古，主要是这个可以很长时间都可以领。截止时间到2023年9月1号早上8点都可以领，时间比较长，有空的小伙伴们可以领取一下。OK。